我喜欢坤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是全场最稳重、最帅、最 man 的男人。近日，在最美和声的录制现场，导师杨坤遭遇台湾排湾族公主的大胆示爱。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，杨坤的反应如何呢？但是觉得他的选择非常正确。什么情况？难道两人这是牵手成功了吗？虽然杨坤没和女学员牵手成功，不过最美和声的另一个导师谭维维却好事将近了。这不，在发布会现场，谭维维大方承认恋情，并透露今年有望披上嫁衣。尽快吧，真的，我有这个愿望，我尽快。最美和声破了四，你就得结婚。同意是吗？同意，还是想着哥约你吗？最美和声破四，咱俩也结婚了。看来一向对恋情低调的谭维维这次要豁出去了。同样豁出去的还有萧敬腾，不过嘛，他这次是出卖好友张杰。我透露一个讯息，昨天我跟张杰他们一起吃饭，他们的目标是三胞胎。三胞胎吗？三胞胎是吧？看来这次萧敬腾最佳损友的名称要坐实了。